视讯不关吗？哦，有道理。不要骂他，他开个玩笑而已啊，我懂了。来 J 吧，我们来玩个什么好呢？我最满意自己身上哪个部位？萎缩的那颗肾。黑色头发的玩力，这样习惯了吗？这样习惯了吧？这才是平常的台啊，平常的台就长这样啊。哎，你们不要再公审了，你们这种头发。来啊，打进去，来啊！来呀、啊！是 ，Nico Nico Nico， 啊呜！我靠！这角色伤害很高哎、欸！兄弟你好痛啊！好嗯，其实好像不太能这样子杀，毕竟我们是真的把对面压到太惨了，那个血量真的蛮诱人的，但我觉得应该是不能这样杀了，除非他们在塔下中我们的 CC 了。水水水水哦，雷克萨水水，哎、欸，干啥、啊？这怎么样点燃都不是这么下的吧？吊打。套了两个盾啊，开盾又套盾啊，丢！哇，哎、欸，啊，这样就死了，太强了吧！救我！那边快死了！啊，怎么都还在下啦？他们是怎样啦？妈的嘞！阿德屁孩，哈哈哈哈哈！救我！啊！他们想抓我，他们真的想抓我，有眼，真的想抓哎、欸。哇，兄弟，兄弟被 bait 啦！哇，没啃掉啊，翻身怎么没跳出去啊？
感谢，感谢不知名人士三块。1000块，肥嘟嘟。玛丽，不想死，我现在超痛哦，谁都扛不住啊，我就这样讲。早说你扛不住了，你还要来尝试，你怎么可能扛得住我的伤害？不可能啊！干，他们拿了超好的龙哎，超级好的。啊，怎么没背得到？没挡到。想说 用我的肉身来做贝特的，欸，兄弟兄弟，你怎么感觉没啥用啊，兄弟？秒杀，台服奇迹，台服奇迹发生，台服奇迹。怎么会秒掉阿卡丽还输啊？哇！卡莉怎么可以活这么久啊？就是死不了哎，这阿卡莉。我真的不懂，这个是要怎么跟啊？这到底是要怎么跟？卡莉亚就算跟我一起，那个妮可就算跟我一起走也走不到啊，也顶多跟我走到一样的位置啊。